宝贝啊，怎么啦？变形玩具我都没有。什么变形玩具啊？我看看啊，原来是这个数字变形机器人啊，也可以，你看它里边有数字，还可以变成一个机器人，你也想要这个？嗯，是不是啊？妈妈也给你买一个好不好？好，这不男生玩的吗？不要，那是女孩啊，女生也可以玩啊。那行，妈妈给你买一个好不好？宝贝，别不高兴啦，噔噔噔噔，你昨天要的那个数字的那个妈妈买回来了，你看这么大呢，我以为老小呢，原来一看这么大呢。我们打开看看好不好？能不能打开呀？有没有力气啊？哎呀，哎哎，怎么背不开呀？啊，还有一点点，我们让小朋友家帮帮我们好不好？来，小朋友给我们加加油，哎，助助力。哎呦，我这边冰开了，你那边呢？使劲！哎呦天哪，我们把它拿出来吧。噔噔噔噔，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哇，好大呀！我们拿出来吧。我们把它组装拼起来吧。你看这个冰开就是一个机器人，看到了吗？这些都组成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大的机器人。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小车，把它背开。你那边背开是个飞机吗？你看我这个冰开又是一个小车。一，我这个是零，是不是？五是这样的，一是这个，二是这个，八是这个，四是这个。